原标题：一个外国人率军驻守中国百余年，中国从此多了一个姓氏。一个外国人率军驻守中国百余年，中国从此多了一个姓氏。如果你身边有姓爱的，他很可能就是匈奴人后裔。中国是姓氏文化大国，的姓之源都各有故事。隋唐时期，西域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回鹘及回纥，相传乃匈奴民族的一个分支，生活在山西的爱姓氏族。其的姓是源于皇帝的赐姓，其祖上为回鹘人，回鹘曾是突厥汗国的一部，后来回纥从突厥中独立出来，成立回鹘汗国。唐玄宗年间，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，回鹘曾派兵驻。安史之乱平定后，回鹘和唐王朝的关系越来越密切。到了唐武宗李炎时期，回鹘内部也发生了内乱，武宗派兵帮助回鹘平叛，打败了分裂者，回鹘也因此四分五裂，其中亲唐的一部就成为唐朝的附属国。为表忠心，回鹘会按时派使臣到唐都长安走动朝拜，献上牛羊马匹要使来将，唐朝皇帝很开心，激动之余往往会给来使赐姓。在这些来长安的回鹘朝觐，有个叫戴邪武的回鹘宰相，深得李炎的欢心，就按他本名的音译赐姓为戴，能得到皇帝的赐姓，那可是天大的荣光。于是爱不邪直接改取了一个汉文名字爱弘顺，唐时回鹘国乡有爱邪武，赐姓爱，名弘顺。姓氏考略，由于经历过战火摧残的回鹘百叶凋敝，不太适合人类住居，爱弘顺及其族人亲兵等都被留在唐朝。武宗对爱弘顺非常信任，让他及族人迁居唐王朝的龙兴之的太原，帮着唐王朝守老家，这在当时可是莫大荣耀。爱弘顺也不负唐朝皇帝的厚望，将太原这里的秩序浸染。此后的近百年间，爱弘顺家族就一直在太原一带落地生根，繁衍生息，很快发展成当地的望族。唐朝灭亡后，爱弘顺的后人早已融入当地生活，慢慢的被汉化了，从此就定居中原，成为中华姓氏大家庭中的一员。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